好，来看民进党总统参选蔡英文人气颇旺，有网友呢自己远赴日本去开模，定做了一款 Q 版小英娃娃的 iPhone 手机壳。那么看准他的人气跟 iPhone 的普及率可以相辅相成，现在开始在网络上开卖了。这位网友田先生先寄的 sample 到民进党立委那边去试用，结果引起了骚动，就连蔡英文自己看了都说好可爱。喂，委员接电话有必要这么闪吗？我就把它套进去，代表对蔡英文的支持啊。原来就是这个 iPhone 外壳让陈明文接电话也有风。啊，这边来嘞。啊，在上网可以叫我。上网。Q 版小英 iPhone 壳让立院助理都疯狂，上头印的是蔡英文的 Q 版娃娃，戴着眼镜、学生头造型，还有黑白两种版本，市面上可是没得买。原创者是这个田先生，他是蔡英文的大粉丝，看准 iPhone 外壳的市场，生意脑筋动得快，画了设计图不计成本，特地跑到日本开模定做，走入年轻人的市场，然后也当然在一般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也可以。就顺便帮我们那个小英主席广告。就连平常都用黑莓机的蔡英文看了都眼睛一亮。可爱嘛，嗯哼，要考虑要换 iPhone 吗？我还是用我的黑莓机。设计人田先生还说，未来还会定做其他颜色版本，希望手机壳越卖越多，也算是帮蔡英文增加曝光率。但定价可不便宜，一个980，不担心没销路啦，看好小英人气攀升，支持者押宝另类选举财。下列新闻，亚秀金、黄大峰、廖国雄综合报道。而蔡英文本尊呢，今天跟南部多位区域立委合拍明年立委选举的定妆照。为了要拍照，属猴的立委管碧玲还特地带了两只猴子玩偶来帮同样属猴的蔡英文赞虾。那么另外一个立委陈廷飞也带来4岁的侄子一起入境，主打幸福风格。我们立法院是个女将，跨过来，跨过来！民进党女豪杰排排站，有的一袭粉白色套装亮相，有的帅气牛仔裤登场，全都围着蔡英文主席，咔嚓来一张。看看立委管碧玲这回可是带了秘密武器上场，两只猴子玩偶就是拉票吉祥物。OK 吗？委员，我觉得你的后面的手可以稍微绕到那个主席的后面。对对对。因为很恰巧，管碧玲和蔡主席都属猴，要抢吉年好彩头。主席这边来，一二三，很好。搬出道具还不够，另一头也抢区域立委的陈廷飞找来了 UK model 薄版面，主打幸福风。哟，我带道具，就带猴子啊，两只猴子啊。人家说猛虎难对猴群啊。所以我们两只猴子出击一定都会双双当选啊。然后我们也希望说，我跟蔡英文主席，也就是未来的2012年的总统，可以为我们的下一代共创一个更好的这个他们生活的空间。民进党提名的区域立委齐聚一堂，原来就是为了明年的总统立委大选拍定妆照。仔细看，蔡主席不改一贯作风，黑西装外套搭卡其裤，诉求知性风格，要用选民最熟悉的形象替立委参选人抬轿。三立新闻邱淑媛林文富采访报道。那么国民党立委。